你带个迷你报道台湾，系咩一般人类蛮适来青岛的控制点呢？当然哦，还是个金条员变一下十万八千里。哎你啊，就叫我来台湾国天呢，来看那基本控制点，要卖晒台哪条地方，好唔好啊，泰森？这有别个问题啊，哎你讲行就行。泰森啊，基本控制点呢，做在啥那条风景区以外。托鲁顺通草地里买棉花店，富顺通、平安顺、三都的森林地牌。银行土当行，法部当中，工业地方的米发店，最是米发店。可见这个用途一定轻松有好。嗯，泰森讲的没错啦。哎，你看到伊的控制点呢，只是其中的一些部分哦。因为伊条个笋菜，将做得精确来测量土地的利索，是所有一切建设的基本。南岸人类啊，每利用伊条来做交通、旅游、地图、森林、参加河川、航海了的各式地图来使用。按照人类去世界各地就没寻到路的，土地没做得友好的规划。同时还要事先经过太子爷再会的发生，何处动土呢？难怪人类的土地寸土寸金，土地价值昂贵。哎，你前面的人类来问看啊，到底有哪条梯土？我们做的梯土啊，有动土种哦，设计其中本书试一下，有梯形土。交通梯土，台湾次元保护区分布图，台湾公路图。台湾土壤分布图，河川流域分布图。青岛人类都拿张梯图，唔过，你后来带个环境，未来就要被人类发现。听讲人类系太自然环境嘅杀手呢，你唔系超轻危险嘅哈？为了太自然杀伤，你叫我来天气用预防台地来报告。总参参有嘛个台事情啊？
启禀玉帝，齐天大圣为了后代带去环境，许多人类发现他受力了。哦，呀，是嘛个意思？玉帝研究人类测量科技，发展动静，在森林地带埋下千道控制点，利用微信测量路线的水量通，强玉帝老爱想办法啦。卖地嘞，来人啊，把一坨玉子，基本控制点由人类还有后类强下来保护，并向人类增加经费，强下来维护太自然的环境。